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三边，考特边，修边。今天我们正在体验这个伊藤润二恐怖体验展。等一下呢，也会买一些周边商品小礼物，准备要送给粉丝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去体验吧。这是我们唯一的光线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有点小可怕，我想哭。好，我真的不敢看。姐姐保护你。我真的很怕电梯。它不是电梯。Excuse me。等一下。先带你体验一下。Understand 啦！哇！我手臂好痛，身体状态好痛，为什么手板要这样子？这怎么太像酒店了吗？他还没开始哦。没开始，应该是从这边要出去吧？是不是？个人是觉得还好啦，身为一个男人，就是要应该有他的担当。躲在两个女人背后的男人，互相本人的恋爱预熟，希望大家感情都顺顺利利。那我决定要挑这个富江的面膜送给粉丝，可爱的要命呢。这就是刚刚富江被分尸的时候穿的那个牛肉干，我决定要买这个回去给大家。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体验这个伊藤润二的馆，一起来被吓。最可怕的是我们的摄影师本人，他就是一直突然从旁边假装是鬼冲出来吓我们。考特边非常没用，就是还一开始还我走第一个，然后他自己走最后一个，而且他明明后面是就是正常的工作人员走在后面，他一直被工作人员吓到。